然后那些上后的，然后就在家，然后就多了那。啊，对对对。我刚说那个只有没有取消那个爬楼梯，那个后来爬，哎，对，后来那个三万多呀，那现在一万多了，对，太贵，那时候朋友就是，他现在在我们那个台湾九州那个，三千块爬的不用了。这也高手没什么人买，这有一个车友，他一进长安，然后就到安去了，对，长安最后都剩两个，那不要直播嘛，一个小车在一起就丢。结果那个三哥都是同一辆车去健身房，啊，那就五百几而已。对啊，这个机油。